上次计划书写好没？算是。下班前回家。很好。你的指甲颜色也太……喂，你没事打给我干嘛、啊？你指甲也太干净了吧 ？Safe。哎，我说啾啾啊，擦指甲油也要看场合啊，味道这么臭，怎么没味道啊？姐妹们，姐妹们，听说今天新进的男同事是一个大帅哥哦。什么？我要擦？你干嘛啦？新人还适应吗？不适应，还不都因为你。什么啊？我不适应这世界上有人像你一样这么美，指甲很美。你擦红色一定很好看。中央空调，恶心。